香港工業大學同埋電視有限公廣告有限公司過往咧亦都曾多次合作嘅。我哋好高興咧，雙方能夠再次嚟到攜手，為咗推廣普及教育而努力。憑藉無線電視喺香港同埋華南地區啊，所擁有嘅龐大觀眾群同埋廣播嘅效應咧，能夠帶動社會嘅學習風氣嘅。喺我個年代咧，入一間大學唔係咁容易。嗰時接受大學教育咧，係一件比較上好高難度嘅一件事。咁而家呢一代咧，方便得多啦，咁多大學去選擇。再大不了係睇電視又好，即係利用互聯網又好，就可以修讀到大學嘅課程。咁喺呢方面咧，從個人嘅感受又好，從工作方面亦都好，我係絕對歡迎。我哋公司同公開大學呢個合作係可以普惠我哋嘅年青一代嘅。梁教授同埋歐生咧，將一金一人嘅鎖匙咧，合力啊啟動香港公開大學進修新天地呢個節目啦。1, 2, 3。舉杯啦！預祝香港公開大學同埋 TVB 繼續合作愉快，並且預祝新一輯嘅進修新天地，為廣大嘅觀眾咧帶嚟無盡嘅知識同埋學習嘅樂趣嘅。